国迄、那个华盛顿的这个代表就是咱蔡明华先生啊。真歹势哦，我即几工啊少一声，伫高雄我十一点讲到五，啊所以有点啊少声吼。咱这个乡亲，这同心，大家较早，大家平安，大家好。伫美国吼，我其实住伫遐30冬啊啦吼。那么真正伫咧运作咱民政府是原来差不多2008年开始吼，啊，伫这段时间吼，咱为九月初八开始这个伫华盛顿 DC 哦，哎呀设办公室，一步一步美国向方面拢甲咱卡甲正清楚，一项一项拢甲咱请哎一步一步安排吼，啊，伫迄个咱各所中间，我8月。2008年迄阵开始的课数，我就有参与落。到2009年2月15日，我那看一团人去到华盛顿 DC， 吼，啊去下面听这个阿皮尔课，阿皮尔课就是辩论啦，吼。那么这个辩论庭就是要让原告甲被告来补充代志安尼啦，吼。哦啊。国务院那边遐，我哪有出來？啊，咱本身咱的乡亲伫一个开庭的所在吼，迄当坐100几个尔，佫坐甲甜以外，后壁嘛佫足侪人徛咧听吼。啊，通常即、這个阿皮尔课吼，拢差不多20分钟、15分钟就散啦。结果咱哩讲，遐开1点外真久。哦，迄、那个法官，三个法官吼。啊，问啊非常详细，啊嘛讲啊真清楚安尼吼。啊，国务院迄边吼，那是讲吼，因可能拢无任何的这个理由通甲咱对抗啦。啊，所以吼，因国务院迄边遐大多数是拢甲你撒讲，这是政治代志安尼啦吼。但基本上，就算政治代志，咱嘛是爱讨遐夹起来啦吼。啊，所以到尾啊情形啊，伫这个阿皮尔克了煞，伊就讲，你这个案件，我那个需要搁在上顶管去最高法院吼。那么最高法院，伊伫高等法院，伊就互咱答案啦啦吼，互咱三个答案。这三个答案，咱从中我相信足侪人拢知影啦吼。第一个就是讲，咱台湾人无国籍，啊，这个目前这中华民国国籍，唔是真正咱台湾人的国籍，这是假的物件吼。啊，第二项是讲恁台湾人无一个互国际承认的政府啦，所以即卖政府毋是咱的政府啦，哦，无拢互国际承认的政府，啊嘛毋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啊，第三个讲恁台湾人互关伫政治的联盟内面，哦，这足清楚啊啦。但是中国国民党伫台湾咧吞打台湾人。哦，这非常清楚啊！一般来讲，法官呐，跟你讲解才清楚吼、哦，是相当的理由，相当的证件啦吼。那么这个案件，咱最后搁再杀去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是美国的9大法官来咧处理的代志。那么这个案件就非常相当啊啦吼。但是最后到最高法院的时阵，咱那个案件无抽到，因为伊一千件。佮抽一个30几件安尼啦吼，无介济啦。哎，那一件佫有可能着政治因素，所以可能无被抽到。但是最高法院，我哪有讲啊足清楚？阮虽然这件案件无甲恁抽到，但是阮维持原判。啊，被告的国务院嘛有回函，伊讲因放弃抗辩啦吼。放弃抗辩的意思就是讲，恁原告。原告者所讲的理由，100%拢正确，100%拢属实。啊，阮无话通讲，啊，意思是安尼啦吼。啊，有人甲恁讲个歹听，讲啊恁过失啦，啊恁安那都安那，不过无要紧啦。安那讲，属实就是属实，因为咱今仔要追究的是真相，是属实嘛。吼、哦，所以一步一步安尼行吼，咱我相信时间若到，自然咧门就开啊啦。啊！但是要让门较紧开，咱来努力啦。
哦，所以伫只中间，包括、我伫美国遐最多数拢是含国家安全单位迄边遐人咧联络，包括这个机吼。占领机，这个是啊，做占领机吼，咱起头拢唔知影啦，足侪人拢非常知，非常侪人完全唔知。这个机是原来是美国国家安全单位掠过来啊，啊，甲咱教讲安那做安那用安尼，哦，这若无因甲咱教，咱真正唔捌啦。因为1945年以前的战争，足侪人拢无参与着嘛，啊嘛唔知当初发生啥物代志。啊，所以这拢我那伊提供予咱。啊，到啊9月初8，咱去这个华盛顿DC酒会时阵，迄两张相片吼，遐两张相片一张就是美国总统手持伫迄个圣经顶头，啊，甲日本皇宫的相片者，这原来是美国国安单位亲亲会予咱的。哦，我甲带伊，啊，会去交予省主席的。迄阵城主席，因为城主席是咱这个团体的代表嘛，所以真正会到遐好伊安尼。啊，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性的点，一个问题伫因内面啦吼。所以大家爱了解咱所做的工作，一步一步，美国拢有哪有咧甲咱牵加？啊，咧甲咱牵的中间，咱家己嘛爱觉醒啦，唔是讲伊固在甲咱拖就好，咱爱觉醒讲，咱要讨啥物物件，啊，咱要要求啥物物件，啊，所以。民政府伫台湾、伫美国吼，老实讲，那照战争法、那国际法的惯例来讲，台湾民政府唔是应该伫美国嘅，应该是伫台湾。哦，伊拉克吼，有一伊拉克民政府，伊嘛是伊拉克呢，未走去美国去嘛。啊，是安那个有一个代表处伫美国。因为当初诶，中华民国这个政权来到这，伊即马伫这，后阁有这个实际诶将军权，实际执政权伫这，啊，所以为着要甲民政府头头看起来，伊先拜托咱请适当名，适当名就近咱诶功能，就是要来要求讲，阮需要什么，吼，啊，你会敢搞什么？啊！你若有唔对所在，我爱甲你讲。但是咱爱有咨询的能力，啊，甲纠正他的能力，啊，甲建立他的能力安尼。所以这几项工作，就是咱底下代表处咧做的工作。哦，啊，所以伊大概若咧含阮开会啥货，我拢会甲讨一人啊。啊，你有啥得管好阮？钱上重要嘛吼，我看你上重要。我就讲了讲，你要叫我煮一道菜，啊，饼我也甲收了了。菜点菜刀也甲收了啦，我要哪煮会出来？爱坐啦，我看咧足重要。虽然吼，阮有哪真努力，啊，但是若无坐，老实讲做都足艰苦啦。啊，但是无，阮嘛是爱出钱家来爱做。但是你若真正有心要倒下手，这有哪非常重要吼。但是这毋是讲凊彩今仔个讲明仔载就互你，毋是安尼啦。伊有哪一个有上个编制吼，啊，一步一步来安尼。哦，所以美国这方面的工作拢非常清楚。啊，所以有一天，咱这个民政府若伫台湾正常化，美国这评价伊会怎啊迁到转来？迄边景遐就无需要，都无需要啊！吼、哦，所以以战争化的过程来讲，吼，包括这个伊拉克，吼，伊拉克其实上好的例啦，吼。我伊拉克的例先简单讲者，伫2003年。美国就和伊拉克战，这个胡斯政权吼，像阿爸嘛吼，像乱来。那么美国去也咪战，前后无到3礼拜就结束啊啦。其实讲是战几工啊就煞，都拢夹飞机啊导航啦。那么战煞了，美国的军政府就入去啊。吼，军政府入去，军政府入去是要做啥？就是要安定治安，和当地老百姓袂因为战争。产生惊吓，袂因为战争产生生活无正常，这就是伊上大的功能。哦，这个军事政府必须要做这种工作。哦，那么军事政府里面，甲治安用好些，甲维持各方面的这个安全部分。这个中间一直到2009年，伊拉克的民政府较正式成立出来。看安尼时间偌久，6年呢？
哦，啊中间哦有三四十个民政府啦，哦伊嘛民政府，伊嘛民政府，几呐堆民政府安尼啦，啊美国到尾会跌，诶，看对一个较正确，看对一个较正当，啊看伊对一个理论正确来，甲你扭起来，哦，所以2009年的四月份，伊拉克这个民政府主席都去白宫啦，去白宫啦。所以有一天咱台湾的民政府的主席买去白宫啦，对不对？哦，咱期待这天会到吼，呀、哦，啊，我相信时间有哪足紧就会到，啊对啦吼、哦。但是咱来努力啦，哦，袂用讲坐踮遐点点等尔，咱努力，努力落就成功，哦，咱一步踏一步，啊，踏出来，自然工课就会有一个明白，啊，有一个成就出来安尼啦吼。哦那么伊拉克到讲2009年四月份，你被逼宫了，伊就变成美国迄边遐佫给安排正式的伊拉克政府，唔是伊拉克民政府啊、哦。所以民政府是一个过程，来就是跳入去伊拉克政府，伊拉克政府了拢用好势啊，军队、国会啊、到法案啊，啥物货种种拢个。迄个时阵，伊咪当改伊个国旗，咪当改伊个政府，咪当改伊个国名拢个使。但是若要维持原地嘛可以啦吼、哦，那么这个过程中拢完全无问题啊，因着全部会撤掉，所以比如即马有按算2011年到2012年完全要撤开这个离开这个伊拉克啦吼、哦，啊所以这个过程中，咱为这个例来看，都非常清楚啊，台湾的情形应该讲起来就照正常是安尼。但是伊到甲军事政府入来了，总啊闲滴啊，因为伊去委托一个罗马迄个流亡政权来遮，造成台湾今仔苦难连连，痛苦连天安尼啦吼。所以这问题，咱一定爱为美国遐掏起来夹起来，咱爱甲要求，你爱甲这个阮唔是阮的物件，诶，这个流亡政府爱甲结束。哦，阿伟讲，啊，你甲推翻嘛，甲基本，老实讲，这有差别啦吼。你若推翻，推翻这个意思吼、哦，就是讲，伊是正当爱伫遮，啊，咱看袂解，咱用人民的力量去甲推翻，这都毋是安尼哦，伊是无合法伫遮呢，伊是无应该伫遮呢。那既然无合法，无应该，咱来找个源头，甲结束掉，看是谁甲牵来嘛，美国牵来嘛，对不对？吼、哦，对不对？所以美国既然甲这只猪牵来。那么伊就有责任爱共牵走，啊！但是咱来出声啦，咱若无要无紧，伊嘛袂甲牵走呢。伊想讲恁都无在乎嘛，吼、哦！所以这个重点无咱伫即大家吼，咱大家有一个体会。所以咱即马目前咧做的过程，包括军事，就是讲军政、训政、宪政的代志吼，拢有哪爱到起工来。即马这个时阵，就是宪政实习啊，训练的训啊，训政的时间。那么这训练就是要让较侪有心的人出来了解这正途的理念，啊，有一天咱会当这些人做回来做这个大嘅工程，那是讲一个国家嘅工程吼，非常庞大啦吼，包括各部会，包括各人士，包括外侪行政人员，这真大嘅工程，啊，无遐那简单，但是无简单，咱若有心做，有哪做会起来？哦，只要看咱有心无呢，所以这个过程中，咱会真真踏踏足侪工课拢爱做，啊，所以爱搁较侪人才，啊是有心的人做回来了，做一万项代志吼，无难呐，有心上重要。你若有心吼，未向嘛变较会啦，啊，你若专业的吼，无心你嘛未做未出物件出来啦。哦，这个道理就是伫大家有心就有成绩啦，吼。那么这个过程中间，包括我基本上伫美国遐每差不多一个月外，我都会含美国公安单位遐开一摆会啊咧吼。啊，伊一项一项拢甲咱讲吼，包括咱最近咧用这个 ID 卡，民政府的这个公民证，这嘛是因那边啊甲咱安排。伊讲你来，你来开始做这件行规。伊那讲，台湾的人口的结构。已经混乱去了，啊！你若无把人口结构用好势吼、哦，会造成这个人口数吼、哦、无正常，啊！要选什么代志，要公道什么代志嘛，拢会无正常。
哦，所以这种情形下，一定要先把人口结构用好势。啊，人口结构用好势，就需要这个公民证，啊，甲这个居民证来发行。哦，发行哦，愈济人会当下到这个物件。啊，你若人口数有超过选举人数的半数，那么我美国执政官都爱高兴，足清楚啦，有清楚无？足清楚呢。伊甲我讲，你若人口是台湾人唯一的意向啊，阮就会当来承认啊，哎呀，吼、哦，因为伊目前是代理吼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嘛，啊，有一天伊爱承认，啊，所以公民证这个工课哦，我有哪直接跟咱讲者，公民证这个物件有足济优点，有足济好处。第一项就是要认同讲，咱台湾人是真真正正的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华民国的人，中华民国不是我们，我们不是啦吼，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台湾人。那么第二项，就是我刚才在说的人口结构的事情，因为西藏，大家西藏知道啦吼，西藏当初1951年、52年中国入去的时候，他就开始用人口策略把你渗透，把你稀释掉，让你西藏的人变成少数，啊，因汉人变多数，安尼迄个所在变伊个，有夭寿无？足夭寿啊！所以即马目前个西藏差不多2/3拢是汉人伫遐，啊，西藏人你减少去啦吼、哦。所以这是一个真恶质，啊嘛真非常阴谋个工会，啊，伊即马咧用个手段共款伫台湾啦，毋知恁有感觉着无啦？美国拢感觉着啦。伊安那呢？你只台湾人话娶某娶迄边的嘛，啊话嘛嫁边的来嘛，来了即马就骂脏官，一直官一直来。啊后什么技术来什么来的人啦、啊，人员来的人，啊佮即马马英九佮硬来开放你搞的吼，一波一直来，这就是伊即马咧进行的人口策略，人口渗透，人口佮你渗透。予你台湾人甲中国人男家家做伙，啊，你着食力啦。所以美国拢看会清楚啦，美国毋是戆个啦。每一个国家遐个呐，伟大遐呐大吼，伊对全世界代志拢非常关心。啊，所以伊着要求讲，恁台湾赶紧来发行即个人民证，来杀福行，吼、哦，较济台湾人来认同即件事。啊，若到甲迄个人数济啊，那么美国就会出面来把政权交给咱，哦，这拢是美国用心在做。啊，美国要甲你做，咱嘛爱有得回应啦。有人讲，啊，你当初就甲我面我看来，你才共做一下。啊，无我问你，当初伫港口码头，你欢迎只底下来什么人？什么人？啊，唔较大声诶，什么人？对啊，咱台湾人家己放炮啊呢，家己用兵来共欢迎来呢，所以咱有一半责任呐。咱来良心讲，咱一半责任无要紧，但是今仔日咱的责任，咱嘛爱担，咱嘛爱努力，啊，因嘛有责任，因嘛有工课爱做，所以两边做伙来做，哦，安尼来得较圆满呐。我想怎嘛讲，恁着较紧出手诶，敢若像男女朋友安尼吼，查甫徛一边，啊，查某徛一边。啊，那担嘛担袂到咧，恁较大胆行来啦，你这某就出来到啊嘛，对不对？哦，所以我咧建议讲，恁若较大胆来打，啊，唔免烦恼，我甲你保证，恁若美国打出来，台湾人100%支持恁呐，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甲美国鼓励啦吼，讲恁较大胆打无要紧，唔免烦恼，80%-90%的台湾人一定会听恁呐。因为有当时会惊，讲我若入来吼，啊恁台湾人来用鸡卵甲蛋那边呐，啊是用石头甲蛋那边呐，所以伊拢会担心啦。因为毕竟咱伫遮互管60几栋啊吼，莫怪伊会担心。啊，所以咱需要甲一寡正确个诶，即个言论甲含真相，爱较认真啊传。咱毋是讲听了就算，等伊爱一个报互10个听，啊10个报互100个听，因为咱个媒体拢用控制时事，无法度。哦、所以咱来尽量想办法传播好起啊，传播好出去，啊，让较侪人会当来参与咱这代志。哦，
爱当大家共同来甲台湾这个结透互开。台湾的结吼，可能透结别人恁来四五十个结，无要紧，换一个结拢无要紧，咱后尾透，第一结若透开来，后壁就好透啊。哦，所以上重要是放伫门口这条石头啊，这条中央面这条臭石头，讲我破，啊跟我走，安尼门就开会开啊。哦，其实无难呐，难认真讲起来嘛无难呐，是要做甲唔明啦。哦，啊六十几栋啊嘛，咱家己这代受苦的代志，咱拢清楚，咱嘛无希望后一代搁再继续安尼嘛，对不对？哦，是不是？咱爱互替子孙了啊，设想一条路出来。所以蔡英文讲，啊后代，迄个台湾将来哦，交予后代。我甲讲吼，那安尼，我来选后代就好啊嘛。我唔免选你啊，我选你要创啊？我选你就是要出来做这个代志嘛。啊，你讲交予后代，我就来选后代啊，无道理啦，真正完全无道理。我因为本身我嘛是以前做过民进党、美西党部的主委的，但是我发觉路拢行歪去啊，完全拢歪去啊。啊，非常恐怖哦！非常恐怖，因的内部，尤其即卖新潮流吼，愈、哦、来愈明显，一步一步拢向迄边去行哦。甚至今年啦，今年呾发生诶，二三月份诶时阵，洪基昌，迄大家可能捌听过啦吼。洪基昌带一寡民进党诶人去中国，啊，要下面讲，要讲啥？伊讲，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吼，爱承认中华民国，啊，承认好吼。你就有机会甲台湾更等下呢？安尼有要求无？有要求无？较大声嘞，无要紧啦。要求就甲讲要求嘛吼，无应该啦，真正是无应该。所以台湾有当时吼，要出卖台湾哦，反而是台湾人呢，反而是台湾人足恐怖的哦。所以这吼，咱有哪爱有地格，爱看清楚吼。那么过来来讲，这个选举的代志。选举的代志，美国国安单位嘛讲，这是一摆机会，恁爱想办法甲讲好破，讲好破，恁敢听有？讲好破意思是讲，害这个选举做袂起来，安尼美国就有正正当当的理由出来，因为吼，这有案例啦吼，立陶宛大家知影吼，立陶宛当初就是我那用这个方式。伊以前吼，苏联咧控制，啊，苏联咧控制吼，敢那选一部分拢因苏联的人，吼，啊，因苏联的人吼，拢无咧照顾因遐的人嘛，因立陶宛的人含苏联的人是无共款的，啊，结果吼，一部分吼，因拢是受害者，啊，所以最后因几若冬、几十冬来吼，想想讲，唔是办法。那无想一个较好的办法袂使，到尾啊，因用啥？拒绝选举，拒绝选举，甲不合作啦，就是讲一个不合作运动，拒绝选举，啊，好，这个选举无爱办袂成，所以最后迄摆因37%几个投票率尔，啊，造成国际上无接受。我这无想无接受，我这力量就入来，吼，到尾啊，立陶宛就从啊安尼承认一个国家出来，吼，这是真水的一个案例吼。啊，咱台湾嘛同款吼，台湾即摆选举，美国遐有呾亲身讲啊足清楚，恁爱想办法，吼，甲结束掉，啊，甲结束掉了吼，自然美国的势力、国际势力就会打入来安尼啦吼。啊，所以这方面，咱可能我们爱认真去选择，因为足侪人吼、哦、对这个选举哦无了解啊，拢想讲，这是民主的选举啊吼，其实唔对啦。民主的选举，台湾敢有民主？有无？有民主无？啊，台湾敢自由？哦，啊嘛无公平嘛，对不对？哦，所以这情形上，咱看好清楚。你若要民主选举哦，唔是安尼呢？中国国民党东山一堆那山，啊，拢伊个人，啊，台湾人是苦哈哈，那底下银无三块银，安尼够公平？啊，够民主？拢完全无嘛。所以我伫美国遐，我一个每条咧做吼、哦，我来讲咧啊，足简单啊。
军公教遮个人员拢谁来控制？拢因中国人来控制。迄看偌济呢？军方诶，啊，公务人员呢？哦，啊，教育人员，啊，佮甚至山顶个原住民，足济拢因收买去呢。哦，啊，甚至因家己个难民呐、啊，因遮外里啊，遮叫做眷村个难民，即嘛拢因个票呢？安尼够公平？不公平嘛，非常不公开嘛。哦，啊，第二项，因遮个村长、里长佮含一寡地方。即个乡镇长、水会、水利会、什么会、农会、渔会，一大堆会者，即算算也袂少呢。即个利益谁来控制？嘛是国民党啊，中国人。所以即个经营啊，佮甚至媒体控制，剪掉单位甲你控制，即类到底吼，咱拢无法当出下手。吼、哦、啊，佮再个铺桥造路，即个有算者。18% 这拢像诶，中国国民党诶，安尼进行个南做伙，我个镜头压落来，700,000,000呐，700,000,000票，你看安尼有公平？有公平无？啊大声诶，有公平无？无啦吼、哦，啊所以无公平、无民主、无自由，咱咧选会大诶，对无？人伊倒啊卡就甲你唱三几排伫遐啦。你安那算嘛，算输赢，对不？哦，所以这种情形啊，咱来看好清楚。而且，算是咧算啥？算是咧算你中华民国的总统啊，因的管理员啊，含咱台湾人都无关的嘛。所以美国迄边讲甲足清楚，咱即摆的选举，想办法甲冻个掉，想办法甲结束个掉，想办法甲反对。安尼自然，即个选举若未当成输，投票都照落来，美国就会打出来。无超过50%以下，哦，无超过50%以上啦，哦，以下，咱美国嘅国际社会就会出来。哦，所以这是往那因咧，可能因咧，可能思考嘅代志。人伊想甲真有啦，唔是讲咱讲啊，美国拢无在乎，美国一点一滴拢真在乎啦，唔是无在乎。哦，所以咱家己本身。本来嘛爱觉醒，讲啊，这个物件，咱到底对咱有啥物款的好处，有啥物歹处？啊，那是唔是咱的物件，咱就唔通去含去参悟。哦，这拢原来伊咧甲咱牵加这个代。所以美国的过程吼，伫美国我上在拢咧含面监督这个代志，爱一项一项会甲咱教，会甲咱安排。哦，啊后边咱要行去咯，搁有一地咧啦，搁有那一段路咧。所以咱。第一，咱有那爱耐心啦吼，所以恁老师写讲，台湾人爱有耐心。既然60几档都方交太久啊，咱这个角已经看伫头前啊，咱够有耐心者，赶紧努力起来。哦，啊那迄个角啊透开了，来自然后边路就好行安尼啦吼。所以这个中间吼，美国方面包括甚至伊咧甲咱安排的代志，拢真有完全的经过。第WHO 的时阵吼，台湾人讲免你去旁听啊，旁听就是袂当讲话啦，干来当听咧。中华民国这护照，袂使入去，袂使入去。我阿在那边气破窗咧吼，啊记者会也开啦，那美国到尾啊出来开一个记者会讲吼，联合国任何单位无权利来决定台湾的代志。伊讲一句啦，啊，其实后壁佫一句无讲，伊无讲一句啦，讲台湾的代志是伫我美国的手里，伊无讲安尼，因政治的代志哦，袂讲到非常100%肯定啦，但是咱爱去思考啦，所以可见吼，联合国若要来处理台湾代志，绝对无立场，绝对无立场，因为联合国是甚物时阵成立的？1945年的年底。啊，台湾的代志，什么时阵？1945年8月，8月15日就已经投降，日本投降了嘛。所以美国这个代志是先拥有这个占领权，联合国才来成立的。除非美国讲啊，我来把这件代志交给联合国，安尼可以。啊，若无的话，还在美国的手里。所以美国讲得清楚啦，台湾的代志在他的手里没问题啦。为种种的迹象啊，看起来伫个手里，
哦，啊，所以咱来为伊平下来甲讨，因为目标若正确，啊，方向对，啊，咱个行动对，足紧啊！你看咱为一段时间安尼来，速度非常紧，真正速度真紧。因为美国有人觉醒吼，美国嘛知影，伊若要打出来，愈来愈危险，愈来愈严重。啊，会危险啥呢？台湾的问题是安尼，美国较会重视。我有讲三个重点啦，吼。第一个重点就是讲吼，伫中共、伫南海也好，日本遐也好，韩国遐也好，台湾海峡也好，一项一项、一工一工，愈来愈压吧，啊，愈来愈摇摆就对啦吼，啊，愈占造成亚洲一带、东南亚一带遮的这个利益受影响啊。那么亚洲的利益若受影响，美国伫世界地位，美国伫世界利益，就有哪会受影响？这是连带，因为伫全世界来讲，美国伫亚洲的利益是占多数。那欧洲唔免啦，欧洲人拢上规道啊嘛吼，啊人各国拢已经有一个民主概念嘛，所以伫欧洲迄边因较无法度。啊，伫亚洲遮，伊敢有够起真大个利益伫遮？哦，这是第一个上大个重点啦吼。啊，第二个重点。就是讲，马英九这政权，这中国人，以早是讲啊，做咩反共啦，也只啊讲反共啦吼，啊反共就含美国同款反共的，所以还可以容忍。即摆一个即个马叉叉吼，起来咧做，哇，煞变亲共，啊佫摸中共的大腿，非常明显的偏啊嘛吼，造成美国敢若讲，伊安尼台湾吼，我有骗六十几栋啊呢。原来伊当初咧讲反共是讲假的呢，是咧骗我的呢。啊，所以美国我知影讲，这个代志呐，到甲安尼，台湾这个情形无赶紧来处理嘛，袂使。哦，所以，搁再第三点，就是讲，咱这个民政府林老师、甲林志兴博士、甲含何瑞云有做伙去甲控过，啊，伫2006年控过到2009年，这个、中间。咱送去的文件，滚啊十塔，滚啊十塔，啊用美国的总统遐国安单位前前后后开16摆的国安会议啊，这无简单啊！美国国安会议吼，无遐简单开啦，伊若要开一个国安单会议吼，爱各部门召集来，啊一寡文件大家读读个好势，才来讲代志。啊16摆呢，甲一摆我就感觉拢诚忝啊，16摆吼。无简单，所以到尾伊发现讲吼，台湾即只情形，因台湾人已经知影，要砍一啦。啊，无本地伫个机密的文件内面吼，因拍算要甲咱砍偌久，要甲咱砍100栋呢。100栋后，正要来想办法处理安尼呢。啊，咱60几栋啊，嘛差不多啦，吼，是正听嘛吼，应该很贵啊。所以美国发觉讲，台湾人知影呢。啊，无处理嘛，人讲个条条有理呢，非常清楚呢。啊，人哪来咧讨啊？所以无处理袂使。所以我常常咧讲，讲咱台湾个代志吼，伫天理顶悬嘛拢徛伫台湾这边，哦，啊伫公理嘛徛伫台湾这边，伫法律上文件法律上嘛徛伫台湾人这边，剩个就剩台湾人要讨无尔啦。啊，咱要讨无？要讨无？啊，对啦，安尼嘛讨到底安尼啦吼，讨出来，咱台湾的局自然就会开啦吼。所以这个情形下吼，咱种种的代志，咱来先看理解，啊，有这个机会，会当予大家吸收更加侪资料，啊，咱会当更加侪充分的知识来讲予其他的人知，因为咱无媒体的这个管道，啊，阮有哪里较清楚啦？唔是讲拢无啦，所以每一届含美国这边遐咧去咧讲话吼，我拢有哪个讲过哪项？讲第一，你学看咧啦，哦，学看咧爱讲到资源一个，这事实啦。要做代志，无钱免哪话当做，万行拢爱钱嘛，哦，啊是足济动心，大家人，大家人咧贡献。啊，我讲吼，我那第一金甲要破呀咧，真正要破呀吼，啊你嘛好心咧，你啊支援一个安尼啦吼。啊，第二项，我阿讲，你媒体爱互阮管道啦，麦克风伫因遐，啊，阮一个对五个、对三个讲尔，
太赢伊咧，伊一讲你个来300万、500万听得到啊！我安尼要讲到敌人死，讲到我拢烧声啊！哦，所以安尼未通啦。所以我要求讲，你媒体管道爱互咱哦，媒体是非常重要啦。啊，伊有哪咧研究？因有哪研究啦？因毕竟吼、哦。目前的台湾哦，是因中华民国这李鸿章管直接实际咧管理啦吼，啊，要即时咧甲抽走，嘛无遐容易啦。啊，所以伊美国也嘛甲咱讲，问讲啊，恁准备好啊未？恁敢准备好啊？我准备好啊呢。哦，安尼袂歹哦，安尼我当来甲讲，我讲阮准备好啊，啊，你也赶紧啦。伊问啊，甲讲安尼吼，问讲阮准备好啊未吼？啊，我有哪查者？我讲吼。那内部的代志啦，吼，就是台湾内部，包括军警、迄军方的方面，嘛，警方的方面啦，吼，警方的方面、治安的方面，这个部分、民防的部分，我的努力，吼，就是警察单位，因为警察单位要维持治安嘛，吼，即拢咱台湾囡仔，咱会当要求因，大家爱看好清楚，啊，维持这个治安，万不能美国哪里来。啊，咱的治安要保持稳定，因为美国要处理台湾的问题吼，一项尔，伊要求一项，伊要求讲恁来安定、平和、稳定的情形之下来做。啊，我相信吼，以台湾人咱的智慧、甲咱的常识、啊，甲咱的素质、甲程度，咱这无难呐，咱会当平和来做。咱免去下面用德哥刀菜刀啦，即马即个时代免用德哥刀菜刀，用头壳啦，用咱的智慧，爱用即卖高科技来处理。啊，所以我是讲，那伫内部遮，阮努力咧宣导，吼、哦，宣互较侪人知，啊，较侪台湾人会当了解即个真相。那么真相若知，台湾人就袂惊吓嘛。因為你都唔知道，都拢会惊嘛。啊，无听到伫美国啊，阿多啊，走走来啊，我要惊死安尼吼。啊，其实咱也了解，袂通去惊。啊，但是内部阮会当做，但是外面包括军方的，包括中国的，包括遮个有要糟蹋台湾的遮个，即阮真正无法。即都爱忍啦，即都爱忍，因为军方的包括是伊的整个的武器嘛。啊，中国遐阿爸生嘛是伊爱处理啦，所以台湾内部。中国国民党甲含即个共产党代志，即美国拢爱处理啦。哦，因为当初即个物件是因公引来啦。啊，咱台湾内部，咱爱互较侪人知，啊，咱稳定好，安定好势。哦，爱当甲内部稳定清楚安尼。哦，啊，所以即个一步一步的代志，阮拢有咧检讨啦，拢有咧了解。所以嘛，你甲因讲，啊，你要爱钱，无你有啥爱算啊？有甚爱编来啊？唔是讲现在讲一个，咁一个话拍拉见，讲偌济就偌济。你要有甚写，啊写出来，我讲送去出去做。哦，所以这拢咱爱一步一步照起工啊做啦，所以一定爱有耐心。啊，所以讲呢，这个即摆选举的代志，伊是讲讲来讲，不管用什么手段，我来啊、哦，不管用什么手段，甲讲好不？甲讲好袂当做。啊，若无甲用户转机的投票率低落来，吼、哦，因为你看，逐一摆吼，每一摆伊的投票率，若选了，伊拢会向国际讲，哦，阮投票率70几%，哦，阮投票率80几%，这意思是啥？你敢知？意思就是咧，甲国际上讲，台湾人70几%、80几%，拢要支持阮这个流亡政权呢。爱阮继续甲管呢，啊，阮嘛足无奈啊，因都要爱阮甲管啊，安尼有要求无？有要求无啦？哦，所以咱爱清楚这个代志，咱若甲这个投票率用好低落来，哦，啊，所以伊咧讲，包括甚至包括用暴力个方式嘛无要紧啦，哦，我讲较明个啦，到遮来讲较明个，互恁了解啦吼，即个那美国迄边个意思，但是我相信咱。可能那较知识较悬，咱免用挨个手段啊。不过那需要咱嘛爱使用啦，因为这个政权伫遮吞达60几冬啊吼。老实讲吼，咱台湾人叫苦连天啊，苦难连连啊，一惊过一惊，为60几冬前个到今啊，真正整到后尾了呢。
哦，啊无够人拗呢，一件过一件的苦难，为二月开始到即嘛，甚至最近的水灾，哦，2888水灾的代志，足侪件拢真正互人感觉足心寒胆跳。啊，这原因就是伊无甲台湾人看做人，这就是重点伫遮。哦，所以美国迄方面，我那伫这方面甲咱建议。我尽量啦，因为难得有这个机会，大家这东西来伫遮，我尽量讲。那么这个选举，咱来当用户无超过半数，我相信美国的力量就马上起来。啊，入来了，咱就自然好做。伊嘛甲咱讲过啦吼，伊讲台湾吼，若要行动伊吼，爱行动的日本，我又甲他讲个。讲台湾的将来要处理，爱先行动的日本。伊那讲是美国甲日本相争的嘛，是不是？对不对？迄阵是日本台湾是日本的领土，你日本台湾战败了，这块所在要行，爱先行动的日本。按你日本伫旧金山合约写放弃，对不对？写放弃啊，所以只好爱互咱日本甲台湾用。邦联制度就是 Commonwealth 邦联就像大英帝国的国协呢吼哈，加拿大甲英国的关系 ，Australia 甲英国的关系，迄叫做邦联吼，就是你也一国，伊也一国，啊，但是非常接近，敢那兄弟姊妹呢？咱相信那含日本做兄弟姊妹嘛袂歹啦，是不是？哦，啊，唔能含对面迄个阿爸生就好个啦吼。因为中国人吼、哦，伫美国也冇咧甲我问啦，问讲，蔡先生啊，你对将来吼、哦，台湾甲中国嘅关系安那看，诶，感想安那看？我讲吼、哦，一句话，邻居啦，厝边头啦，是好邻居啊，坏邻居吼、哦，都爱看恁嘅表现啦。恁那是自由民主嘅国家，咱是好邻居啦，好个会当称兄道弟啦，吼、哦。你那是阿爸生为官的，哦，土匪型的，正糟蹋人的，正歹势，田无够，水无流，咱是歹厝边安尼啦。所以我讲哦，哥安那做，拢是邻居呢，未含恁甲做伙啦，你放心啦。所以因有哪足爱要台湾下等，是无可能，无关系嘛，嘛无理由嘛，嘛无法律嘛。所以美国足简单哦，美国足心性呢。最近伫我们赶快7月23，咱已经伫遮咧，你刚遮咧升级，迄天是真正足重要的日啦。迄天7月23，希腊伫印尼的东协时阵吼，甲中国讲，你讲你南海是你的，你毋着会证件来，会文件、土地权证，所有权证你会出来互看。伊讲吼，中国讲安那讲。我是根据历史的现状、历史事实啊，历史事实就对啦。我按那面历史事实，澳洲嘛拢恁的，那我就得力啊。甚至全地球拢你的，无就得力嘛。哦，所以应该讲也是爱根据法律来行，根据证件来行。既然恁若卖袂出来，下袂出来，恁嘛无迄个理由啊。所以即摆开始求卡，中国开始咧选啊啦。因为南海的代志吼，美国已经介入啊啦。美国今日来讲吼，南海的代志，为即大家个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讲，中国的阿巴卡苏平计表拢要教他啦。所以这吼，美国我那会调先看也无怪啦吼。所以美国我那有咧讲起吼，将来台湾民政府正式起来，咱开始。可能会用双轨制啊，吼，双政府啊，吼，双政府意思就是讲，地方政府还佫伫遮，豆豆搞转来互咱，因为咱无可能一拳头佮挽起来啦，吼，伊敢若像一丛大丛树啊，你一拳头佮撮起来，撮袂离嘛，咱将个国两个，两间国三个，豆豆撮，有一间软偏倒落安尼，就是豆豆搞转来，搞转来佮互伊自然萎缩，吼，自然萎缩安尼就对了。哦，这是一个较安定、平和的环境之下。我嘛咧甲问讲，你海关的部分，海关的部分，伊讲足简单啦、迄窗仔口吼，无设三个互恁用，三个是民政府的身份证出入，
啊，其他的因应，啊，渐渐啊，以后变成恁的五个、六个，一直增加，因来渐渐减少，这就是这个方式，这就是这个方式。啊，所以美国吼、哦，其实若要处理吼、哦，无难呐、啊。我嘛讲了，啊，恁伫看日本水灾的时阵，日本的这个核能发电外泄。真歹势，我讲啊，伤济呀！日本的核能外泄了，你看下美国咧撤侨，会处理安怎处理？足明显啦！海关伊主动家己用，你中华民国甲香槟啊，拢伊家己处理。啊，人员免哪入来，飞机免哪飞入来，拢因的代事。无照因的，无照中华民国的规则啦，伊家己来，家己主动来处理。这就已经很明显地说给我们台湾人看，你看我就是这样做啦，啊以后也会这样做。别紧别紧，多谢多谢，没啦，不好意思，我前几天拖你一直说，每天在说，说到都烧声音，啊别紧，这个情况就是美国吼，其实他如果要来处理这个事情，咱有在看吼，其实足明显。伊若真正要打出来吼，老实讲吼，非常简单呐。吼啊，所以吼，咱台湾人的咱的工课，咱来做。咱的工课，咱来做好齐全，就是讲予更加侪人了解，啊会当足侪人把力量集中起来。所以今年年底，咱若有打算要办这个啊做大会的时阵吼。咱尽量爱喊声，喊较大声，啊，互较侪台湾人知影这个真相，会当来甲这个选举甲讲好破。这个选举一旦若讲好破吼，咱自然这个、台湾的国际问题，美国就马上跳出来啊，哦，啊，所以伫九月初八，咱2010年九月初八，伫美国遐一个代表处吼，遐一直保持拢伫遐啦，啊，但是因为我家己本人。我因为我家己的事业伫洛杉矶吼，西岸这边，啊，所以我有哪拢伫西岸才较济，啊，我也冇办公室，我哪有民政府咧用的办公室，那么那边若需要，我较去飞过，所以变成来来去去，无快活咧，五点半钟的飞机咧，我哪爱时间吼，撞来撞去，啊，但是会当为台湾做代志，我拢真欢喜啦，心甘情愿啦吼，含。我是向恁合适的啦吼，原来向恁合适。不过我相信咱每一个台湾人吼，拢一点理念。身为台湾人，含一仔囝仔咱，咱做好咱的妈妈，做好咱的母亲安尼啦吼。呀，所以有人讲啊，未来关乎教堂啦，关乎庙事吼，这拢可以，这拢做功德无唔得。但是即卖咱的妈妈咧苦难，咱嘛爱甲做。来靠扶持安尼啦吼，所以伫海外，阮遐足侪阮啊同心的乡亲哦，非常努力哦。阮以前吼，去年啦，去年伫联邦大楼，阮足伫遐徛要七个月，每一礼拜一摆，啊去啊举牌啊，你甲要求美国爱赶紧甲中华民国结束掉，透风落雨，阮穿毛毛嘛伫遐咧举，啊伫遐咧举甲七个月左右。啊，其他的中间，美国的单位拢有咧记录。你今仔日来几个人，啊来徛偌久，几点到几点结束，拢非常清楚，因拢有咧记录，因有咧看。唔通就讲啊，我咧做吼，啊因若无咧在乎，未啦。你若有做，就会有进展；啊，你若拢无做，就是拢坐伫遐呢。所以咱来甲咱听到的理念，咱听到的观念，咱听到的真相，爱化作行动。做好出去，杀好惊，安尼这理论、这论说，才会真正成为事实啦。啊无吼，咱若敢若坐伫遐听咧吼，永远嘛坐伫遐咧。所以咱爱杀好惊。我希望台湾人诶，咱这台湾乡亲同心诶，会当努力来斗宣传安尼啦吼。所以伫这个主委诶代表平迄搭遐吼，重点就是讲，咱是伫迄搭遐要含美国诶单位。做交通，做下面有真深入的，即每一点一滴的研究甲了解，哦，啊，伊若做唔对，咱爱甲指责，讲你安尼袂使，好像包括军费的代志，包括中华民国讲咩啊，做互伊免签证的代志，咱拢咧甲挡。军费
我问伊啊，我甲问啊，我问美国这边只，啥物人的钱买？台湾人的老官老费钱的，啊，会真个官费费官钱去买武器，买了谁咧用？谁咧用？中国军咧用呢？中华民国军队就是中国军呢？啊，你敢对？这就是叫做请鬼咧提耳朵呢？伊买着武器，明仔载迄边就现灾啊呢？中国机密明仔载马上灾呢？安尼敢合理？无应该嘛，所以我甲当讲唔通安尼，你安尼真正是害惨台湾人啦吼。啊，所以美国因为最主要是安尼，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单位、国防部拢是各自为政的，因效忠的对象是总统啊，是那国家互相关系，未去互相影响啦。所以包因为三权分立嘛。所以咱当初去告诉司法院，伊讲啊足清楚，你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就是国务院啦吼。行政部门若肯要处理啊，我司法院马上发命令处理。哦，这就是安尼非常清楚，因为司法院袂用个讲起讲，哎、欸、啊你爱处理爱做，唔是安尼，爱总统来。所以因为各个单位拢是各自咧做，啊，但是因有一定的效忠的对象，就是。美国总统，哦，啊，所以这个情形下，咱一滴一滴国务院上面甲苏家阿里以外，其他的部门，咱嘛爱搁再做安尼吼，啊，所以一步一步，包括签证的代志，咱嘛是唔甲动，咱甲动啊，讲中华民国这本护照是中国的护照，中国人呢，啊，台湾人都唔是台湾，都唔是中华民国人，你要甲免签证，啊，免签证，你敢敢？老实讲，伊个人唔敢，因为每一个月吼，差差三四千本拢是假护照，迄种恐怖呢，拢假嘛。哦，啊，所以因有人唔敢啦。但是咱有人咧甲动啦，拢讲你不应该安尼，甚至会当你应该讲起吼，唔通承认这本中华民国的护照。啊，这是为什么咱要甲讨咱台湾人的，咱台湾人的国民美国国民护照就是安尼啦。哦，因为。咱本身无国籍嘛，啊无国籍的话，中华民国这毋是咱的国籍的话，你美国爱处理啊，你不过爱出来用啊，哦，所以这就是咱用咱的理由，咱要甲讨物件，呀，啊所以美国各方面，因认真讲起来，因非常关心这个代志，但是关心之下，咱家己本身的台湾的咱嘛爱出一个安尼吼，呀，我是叫咱跟恁讲这规定。啊，另外就是讲，我重点要予大家知影，有一天的咱台湾和美国会作密切，会作密切。啊，但是咱爱理解讲，美国因的社会制度，甲美国因头来咧想的方式是安那咧想。美国吼，我简单讲一句话，是以人为本呐。中国人讲伊拢以人为本，其实因无影啦。美国真正是以人为本，就是把人当作一个单独的个体，伊尊重伊。所以美国吼，囡仔从细个汉啊，伊就甲培养讲伊要独立。所以囡仔吼，美国遐伊若带囡仔去咧买物件吼，买物件伊会互伊家拣嘛。你爱对一领家己去摸，啊妈妈爸爸就是负责付钱安尼样。所以从囡仔时代吼，伊咧买衫裤啊，买啥物物件，囡仔细个汉啊，因就家己主动的要去选，因家己有自主观念。啊，其实这拢从细汉就有啊啦，因就主动拢会。但是咱台湾人可能拢较安尼疼惜啦吼，啊，就拢加用较用较好些。其实这拢唔对啦。所以美国的观念吼非常正确来讲，伊囡仔从细汉就甲当作个人的个体。所以是大人吼，那要你要囡仔房间吼，爱先甲弄门嘞，弄门弄落来讲，明仔开门，我会使入来买安尼呢。啊，囡仔讲 ，OK， 开门，你较入去呢。啊，那无你嘛袂使入去，这就是尊重啊，尊重伊个管理，尊重伊个个体啦。所以你看美国人吼，美国人去海外养囡仔嘛吼，有阵啊抚养一寡迄个家己无生，啊去共养。用来囡仔吼，伊会较教啥个？教伊，你比如讲，伊是为台湾用来，伊会教台湾的文化，教台湾话，教台湾的习惯。
啊，到甲伊十八岁啊，美国是用十八岁做限定。十八岁了，伊会甲问讲，啊，你敢有要返去你原地的所在？哦，这有尊重无？非常尊重。台湾毋是啊，台湾伊讲，我甲你养的吼，哦，毋通吼，你着永远变我的啊？毋是啦，毋是安尼啦，伊着是尊重这个人的生命，尊重这个人的个体，尊重这个人的本身的这个价值，这着是人的价值。所以伫美国咧大吼，你会感觉人超价值，因为伊会非常尊重你，毋是讲真富裕啦。富裕是另外一项，富裕是物质的嘛。真正人对人的精神上的尊重，这才是价值，这才是真正咱要买的物件。啊，因美国就是拢行这方面，所以咱的观念，咱有哪会对咧调整啦吼？爱调整，甲台湾的观念，甲美国的观念爱混合，混合好势吼，咱才会当对着国际上的管道安尼啦。所以包括囡仔教育以外，伫校的教育吼，嘛是安尼呢。美国囡仔吼，伫校读册吼，无咧叫老师的啦，啊嘛无咧惊咧咧，头即摆恁惊咧，我嘛插一条吼。美国，台湾囡仔去到美国吼，啊看到老师吼敬礼哦，迄老师惊一条咧，甲家长讲拜托你来你来，你囡仔有啥物问题，看到我就惊咧吼，我后尾惊死安尼啦吼，因无啦。伊嘛无咧叫老师，伊拢叫 Mr. 什么会，还是 Mrs. 什么会安尼尔，拢叫伊姓，还是叫伊名安尼。哦，因为老师所在是一部分尔，但是伊足一部分嘛，无一定会知啊。所以囡仔有当时啊，知的物件，其他的物件比老师较丰富啊。所以就是讲，这叫做教学相长嘛，甲甲学的吼，互相来咧增加知识。哦，今我伫遮，我嘛是咧学恁大家的观念，学恁大家的智慧啊。这就是美国人的观念，啊，所以在学校的教育吼，美国迄学生吼，成绩单无咧写分数，98分、70分、50分无咧写分数，伊是用 A plus， 还是 A minus， 还是 B， 有一个等级安尼尔。等级的意思来讲，你有到某一个程度，吼，或者是你无到某一个程度，啊，你还佫加强。啊，台湾遮拢50几分，讲5个，讲10个安尼，无安尼啦。美国遐袂安尼，所以美国迄边遐教育方式吼，非常尊重囡仔，伊把囡仔无当作囡仔，甲分囡仔当作一个个体，啊，非常尊重伊。所以咱台湾的观念，将来咱嘛爱学上安尼，吼啊，每一个工课，包括各方面，咱拢爱学迄个轨道，这就是国际的轨道啦。哦，大家拢讲，我咱要含国际接轨。啊，要接什么鬼？恁爱知影？要接什么物件？这就是一点一滴拢安尼。哦，包括这事业方面嘛，同款。我初初打去，我是1982年去美国的吼。我那底下开800块呢，啊，就撞去啊吼，一个人哦，啊，就撞去。去到遐吼，因咧公司的扛棒，我去请一只，啊，这只吼，伊就问我，你有要挂赛无？扛棒。伊讲你若要挂赛吼，你爱去买保险。我啊。我挂扛棒爱买保险啦吼，我问讲话诶，为什么？伊讲啊，你扛棒若落来讲撞着，啊你要安怎赔去？有影无？对不对？咧台湾无啊，台湾拢凊彩就挂去。啊，风台若顺来讲弄死，啊要安怎？所以台湾这个制度吼，老实讲吼，我感觉讲台湾的制度拢无完整，啊拢用中国一套的吼，拢乌白乱来。伊在日本时代至少嘛，佫有一点仔制度伫啊。啊，美国人个制度真完整，所以你讲一个扛棒，你要挂，你也去买保险，因为互相尊重嘛。你要做生意无要紧，但是你爱维护人其他人个安全。哦，这就是安尼来嘛。哦，啊，所以人因个制度非常完整。我伫遐住30冬啊吼，我发觉因吼，因头壳吼，美国头壳人无好，美国人个头壳无好。因头壳足单纯，但是呢，因个制度非常好。因迄个制度吼，50周吼，每一周拢非常完整。你对一周行到对周，拢差不多是上。因个制度非常齐全。按这个制度吼，熬以外，重点是美国人守法的精神，守法非常守法的精神。
伊要甲你行过，吼，你徛伫遐要行过，拢会甲伊发一句话 ，excuse me， 就讲啊，歹势，我行过，拢会安尼甲伊讲。因作修法，吼、哦，啊，我一摆吼，我讲一个小故事啦，吼、哦，前一摆我老讲过，毋知大家捌听过。我一摆伫高速公路咧开车，啊，后壁载囡仔。啊，囡仔有一个，我请一个佣人伫边仔嘛，含伊伴伫遐。啊，阮太太坐伫头前，啊咧开车，啊囡仔都无绑安全带啦吼。迄阵初初去嘛毋知，无介久我哪毋知。结果一个美国囡仔吼，查囡仔，两个查囡仔开伫边仔，啊硬咧甲我比啦吼。我想讲，敢袂咧甲我问咯？啊，我嘛无啥知影咯，我无插伊。硬咧塞，硬咧塞，硬咧塞。啊，硬咧对哦，啊佫硬咧甲我比哦。啊，我嘛无继续无采，我拢硬行，行到个高速公路出口出来，伊嘛对咧出来，啊，从啊射来我的头前啊炸落来，我擦一地，我讲哎呀，可能无着便衣的警察来看啦，我袂烦恼是。啊，这个查囡仔个哦，我就跳落来啊，哦，就快哦，我当下我想准备加只要看啊，我得讲咩啊？比如讲你是哪个囡仔更了不起，啊拢无甲别安全带啥个啥安尼，啊迄个囡仔安全你敢袂烦恼？安尼有关心无？足足安尼开偌久？半点钟呢？安尼甲我对半点钟呢？因个修法的观念哦，因个感觉是安尼，我一个人修法无够，爱大家拢修。啊那我看到别人无修，我一定爱甲救，爱甲追踪，爱甲出。爱甲爱甲杀杀鸡来对对这个法律来行，爱甲对半点钟呢，我真正功夫啦。我讲真正是有那头先人毋捌看过遐功夫的啦。啊，即马一个安尼，我当硬回啊回，实咧所咧，哎拢爱白 ID 啊。我甲讲，我无个对这无解了解，啊，我会改进安尼。爱甲帮我耍，甲帮我耍。啊，伊然后个翻头倒转去呢，伊毋是要去我迄个方向的。真正实在作用心，真正作用心。所以为这点内面吼，我发现吼，美国的强就是安尼啦。人的强是一点一滴的强啊，唔是讲我武器偌济，啊我军事偌济，我偌济迄落咧强，无啦。你看因那咧国庆吼，国庆日吼，因无咧军队的啦，绝对无的啦，因拢有放烟火尔啦，对不对？哦，拢无咧去咩军队啥货无，因为强就强，你毋免着现嘛。哦，你若是有够诶实力，人看有啦。啊，所以因诶一点一滴吼、哦，非常清楚，非常认真。所以人因伫美国遐吼、哦，即衫裤你买，也是买物件买，啊一两礼拜，感觉无合，佫会当去摕。因照起工咧，照起工一角钱都无甲你减行李。中国吼、哦。迄、那个欧嘛吼，去中国设做超级市场吼，啊设只百货公司，啊讲无哪要学一套啦，学一个吼险惊死啦吼，迄中国啊吼买咧吼，啊穿半个月啊，要过去共摕啦，看有夭寿无？伊讲奇怪，我逐天收你袂吼，那阵在讲3000万，啊摕回来咱是4-5000万啊，哦，这中国人吼。实在讲起吼，卖啥成绩啊？因的素质吼无咧教，啊，最主要因本身家庭教育也歹，学校教育也歹，社会教育也歹，所以咱本身咱台湾人将来要素质走向国际，第一，咱家庭爱教育爱教，囡仔爱有正确的观念、正确的真相，这是家庭方面。啊，社会方面，咱嘛爱关心，人若看到无照起讲，咱来去甲讲，爱甲纠正。啊，即文化方面，咱嘛爱引导啦，咱爱去甲看，甲关心。我一摆伫台南吼，去迄个啊做安平古堡，安平古堡头前还有一个，敢那一个古碑啊，啥货啦吼。我囡仔踮遐跳，踮遐撞安尼，踮遐讲，我甲遐囡仔讲小朋友，迄是互观赏的，唔是要互你踮遐做玩具耍的。吼，啊，我著行遐，讲你看迄人迄字，古早字写甲足水，啊，你爱看爱观察。我伊妈妈撞来呢，讲，哎，你撞来，你咧撞啥？我安那都啊，连在咧甲我骂啦，这就是有落差啦。啊，那伫美国绝对袂安尼啦，
因为美国的文化吼，因非常重视这文化，重视这原住民，重视这原地人原地有的物件。虽然因几百年的历史尔，但是人因保存啊真好势，保存啊真，因的是有一套有完整的这个系统滴。啊，所以咱伫讲要含国际接轨啥货吼，咱这点一滴，拢爱非常去认真去学习，唔是干那学表面呐。所以有的人讲，哦，你看好莱坞的电影吼，安尼平平平平，安尼，纸迷金醉迄个型安尼吼，其实拢唔是啦。我伫遐住三十栋啊吼，我一个朋友那位台湾过吼，伊伫遐住十栋栋，讲吼，特别吼，干那咧做和尚咧，干那咧做和尚的啦，逐天出去做工课了就回来，那不是公司就是厝里，公司就是厝里，安尼安尼。我讲这都是享受啊！你当享受着家庭教育、家庭的娱乐，啊，你嘛当享受你后壁花园种花、种菜啥货。啊，你假日你当出去外口啊，嘛无甲你绑掉的。但是暗时啊，你尽量卖出去啦，因为暗时迄种环境你无假、无下嘛。哦，啊，所以台湾的风俗、台湾的原地的这寡种种的点点滴滴吼，咱爱去思考，就是爱学习安尼物件，唔是讲有制度就好啊，法律。百外条，啊！你若拢唔遵守吼，不如一条，吼、哦！法律几千条、几万条的，啊！若一条完整的，大家就对一条了。最主要爱修法，爱修法。所以底下吼，我想底下在遐咧起厝吼，我有起过几间啊厝过吼。啊！咧起厝吼，从头到尾吼，拢唔免我努力的。建筑师先甲你测量了，啊，画图。送去市政府，市政府一批一批安尼看，你住遐用啥物色个？啊，你尿用啥物尿？啊，你衫啊偌大？啊，你要用啥物款的建材？拢写甲非常清楚。即马来开始要起，地基开始挖，因咧无啥地基，拢衫啊厝嘛。啊，水泥涂骹铺水泥，几寸的？一水泥，伊来尿，市政府来尿，即管好啊。我甲伊筛选了过，较过第二关，一关一关来。啊，你三万尿吼，迄尿外出外几尺长，啊袂使有目，啊顶几支钉啊，拢清清楚楚，互你袂乱散者。啊，你要起个进程，你爱要起这间厝，要互你起进程，你爱先讲听话。讲听话就是安那，你这间厝伫遮，你方位几迈以内个。居民拢爱共通知，通知来开来听，听看你起啥物型的厝，啊会影响到你的管理袂？吼、哦，我一摆第一摆去的时阵吼，迄、哦、摆建筑公司建筑师甲讲，咱的公听会开排伫十一点，暗时啊吼、哦，十一点，我想啊十一点可能大家拢咧困啊，无人要去。结果十一点内面坐甲甜甜的，厝边隔壁人来咧听啦，听讲。你是要起安那个厝？啊，窗啊有安那无？啊，我后壁迄户吼，我看到后壁迄户，迄户有一个游泳池。啊，伊吼、哦，看到我的厝后壁一个窗啊，讲诶、欸，你的窗啊未使对我啦。啊，我若踮遐游泳，啊，你刚刚唔踮遐在遐看，我变哪过日啦？未使未使，你的窗啊爱封起来，我只好着改别位啊。啊，市政府听听蛮合理啦。你会当改别个方向，吼、哦，啊，唔能开单咩？因为人遐有伊个隐私权嘛，所以比较注重这个 private， 重这个隐私权，吼、哦。啊，即马你个厝遐啥物色个，我会出来看。啊，你个壁以后要变啥物色个，你也会多看，彩色多拢爱好看。一点一滴你拢爱照起工，啊，然后即个居民若无问题啊，你就当开始去。啊，去个过程中。即政府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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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因为这是伊的责任嘛。吼、哦，按、啊、台湾可能无共啦吼，敢、哦、是台湾，互你学袂起的，啊起起来咸一个手，安尼就好啊，无代志。美国遐无安尼，伊就一关哦，安尼要来挑啊，安那拆，啊你有照起工拆无？啊量偌大，安那做，拢照起工来，一关了一关一关，前前后后十几关呢。所以我伫遐起厝吼，我唔免看，市政府走比我较骨力，伊比走我较济在啊。所以即台遐制度，
这就是制度啦。制度你若照起工，啊照正常安尼做，啊修法照安尼做，迄、那个国家就用起来，这个国家就强起来。所以有人咧讲，哦，人即马中国外强，中外强，我讲迄好笑个。一个国家若无健全，伊制度嘛无完整，佮较安那有钱，迄个拢无路用。足简单嘛，你今仔若有钱，你敢敢去藏伫一个危险个所在？敢敢？绝对唔敢嘛！你定藏伫一个安全个所在嘛，对唔对？所以美国遐外面个人，足济人拢想要走去遐，就是安尼来。甚至美国个、中国个贪官，大家拢走去美国呢。阮隔壁个厝吼，$400,000哦，现金一角钱都无减，安落来买哦。迄拢贪官啦，贪官足济啦。啊，早期个台湾吼，嘛是有呾安尼足济遐迄个。蒋介石的时代，作者贪官走去美国，就通用啊，因为遐较安全嘛，这就是安尼哦。所以美国的制度有伊的人文价值，有伊的人本人做人的一个价值，甲做人的一个尊严。啊，伊国家有一个完整的制度，啊，但因本身的人嘛作修啊，这就是咱要学习的物件。咱慢学习表面尔嘞，表面名无路用，咱一定要学习个真正的物件。哦，啊，所以我咧讲，美国今仔日咧强，唔是强伫因头壳好，伊是强伫因个制度好。你若去超级市场甲买物件吼，啊买一个物件$2.50，$2.50，你下$20互走吼，伊安那走你敢知？$2.50来$5，啊变$3，哦来$4、$5，安尼走哩，走甲变$20安尼就对啦。因个头壳是用推理个，推理个啦。啊，咱就作简单，20块扣2.5，就是17.5，找你17.5。因感觉安尼唔对，爱推理，爱推理。所以台湾的问题嘛是同款爱推理，就是爱用法律来，啊理由来。啊，咱台湾人本身爱有迄套，这就是推理嘛。你有套，我才合理嘛。你若拢无套，我合理足奇怪啦，迄真正足奇怪。哦，所以囡仔吼，哪里会生只一套呢？我爸爸爸爸，我明仔载 birthday， 我明仔载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物件？一套呢？真正一套。啊，你若问我，啊，无你爱买啥？哦，啊，你爱啥？伊会算啦，伊会拣啦。哦，啊，你若讲我口味金鱼啊，你袂啊超过几百块安尼？哦，所以人美国遐制度非常完整，啊，非常漂亮。啊，咱台湾吼，我相信咱的智慧，啊，咱的素质有够遐啦。吼、哦，啊，上重要就是咱爱有迄个概念，甲这个状况咱看好清楚，咱爱对这个路，将来台湾的国际化，啊，恁将来台湾漂亮的不得了，是安尼来，这奥利桑有问题。是啊，我爱听啥哩咯？马英九，你当时要甲掠走，安尼即句甲讲了就好了。这即句讲啊，讲啊，讲遐济啊，啊！好啦，好来来来，我讲一讲，马英九要甲硬走吼，美国迄边有咧讲啦吼，讲我15分钟来硬走，15分钟来甲硬走，啊恁有法度通接受无？恁有法度通安定无？恁有法度通继续稳定无？这个问题伫遮啦，即无马英九要甲下调无难啦。其实你也知影，美国足济遮重要的人要来台湾吼，因坐家己的飞机入来，因无坐啥物民航啥物航来，因是家己的飞机入来。啊，要甲硬走，啊是要安怎甲做掉？哦，中国话讲叫做做掉吼，15分钟来就好势啊。无难，但是问题是后壁遮工课要安怎处理？啊，这就是一步一步，伊需要吼。把这些过程、这些程序用好势，安尼才会当讲可以当较安心来处理这件代。无一个人要扛起条无难呐，有一个问题哦，来。后壁这些工课吼，美国啊先去换到上轨道的时阵哦，慢慢的交给台湾民政府，安尼才爱才才顺心啦。你爱雷先雷，好啦，安尼。
这方面我哪有甲讲过啦吼？我就是头即摆咧讲个，讲内部个代志，阮会用心去经营去处理。啊，但是军方个，啊，万不哩军队呐，也请来咧对咱台湾人爱面啊。军方个代志，迄就是对外个阿巴生代志，迄你美国爱来处理。吼、哦，你毋是讲硬走就准煞，硬走佫有其他个问题啊？硬走了，军方个代志。甚至外面中国遐若存这机会，也是安那，你拢爱处理嘛？啊，这就是伊个要求，就是恁爱先赶紧，把咱个这真相讲予较济人知。啊，若无台湾人会惊啦、啊，你讲硬走了，等惊死啊！啊，嗨嗨啊，不知若阿强啊来，还是对一国来，咱要安怎？吼、哦，啊是伊若来，啊恁台湾人无了解，佮用石头甲牵，我毋着加衰。是不是安尼？所以咱家己的工课，我第一直强调，咱家己的工课要先做好完整。啊，我相信伊拢有准备啦，伊毋是无准备，但是就是讲，咱内部的民众的这观念概念，咱要先赶紧传达。安尼伊入来，伊就安心啦。哦，你莫讲干那叫伊来就准煞，啊，咱内面若无了解的话，啊，咱若拢无套，伊当然嘛唔敢来啊，是不是？咱即马有套啦。咱知影咱有咧套，啊有咧套，但是咱爱有行动，做出来好看。所以伊咧讲嘛，即摆选举，甲讲个破，甲讲个破，即就是阮阿伊咧铺路嘛。哦啊，讲个破个款，啊你即摆来海头，底下话拢讲啊，无遐简单。是啊，你伫咧话讲无遐简单，啊伊当然嘛担心嘛。即第一。这就是我在讲的吼，这就是我在讲的，讲咱的这个组织部分，或者是外口民间的人，甚至民进党，爱有概念呐，爱真正爱变倒转来为台湾设想啊。哦，咱讲到有嘴无呐，讲到拢烧声，伊要甲你听无？这就是安尼嘛，因为有敌人内面嘛，我嘛是甲美国国安单位讲啊。我讲吼，什么叫做 ROC？ 你敢知 ？ROC 就是雷帕比奥卡西诺。雷帕比奥卡西诺来讲，选举了每一张票算30块，足恶钱呢，有够夭寿呢。30块，互遐选举的人咧下呢，啊，怎个钱？老换老花台湾人的钱呢？啊，用30块咧分互因呢？这就是公开的买账啦，这叫做用钱来买票嘛，有要求无？但台湾人都听无啊！我讲到有嘴无呢，我伫美国讲到要死，啊，风景啊，口景甲后口拢变去啊呢，我足忝啦！啊，但是我都嘛是爱讲，话搁甲我骂啊，我讲你安那骂拢无要紧，但是我无那爱讲，因为这是真相，这是真相。哦，所以你咧讲讲较紧诶，袂啊，较紧诶，你爱做啊。台湾啊，所有诶人拢甲即美国诶旗，即个即个占领旗拢挂出来，民进诶旗拢挂出来。我相信伊看到欢喜个，马上来。哦，啊你转机来讲个话，讲个无超过50%，伊马上入来，是毋是安尼？这就是咱咧做诶工课嘛。啊，咱若这拢唔做，伊当然嘛担心嘛。哦，所以马英九讲，伊讲是伊是 ROC 啊。我讲迄个啊，我死啊啦 ，ROC 了嘛。哦，我啊，我死啊，意思安尼啦。好，来，这后我上台。歹势，主席，我感觉你讲甲真忝哈。那我的浅见啦哈，第一就是咱的民政府的人口要紧增加。要紧增加就对了哈，所以在座大家一人一个都进哈，过来就是讲希望美军进入来哈，嘿，再过来就是讲咱民政府哈，就是积极主动来推动哈，嘿，这个就是我的浅见，谢谢。所以伊咧讲来讲吼，咱这个公民证，公民证就一个代表意义啦。咱这个证
是要送去美国印的，不是咱台湾印，所以会有一个费用，就是安尼啦，因为这费用不假的吼。啊，大家要理解一下，公民证甲居民证，这个若加加做伙有超过选举的半数，尽管伊就会当行啦。美国讲甲足清楚，国安单位甲讲甲足清楚，你只要这是一个表示表现嘛，你有这个意向，啊有做到遐，尽管伊就会当行你啊。是安尼来的，吼、哦、啊，包括这鸡啊嘛是讲，鸡啊嘛是一个代表性。你若查好这，满街拢是有人咧查这。美国政府来到就看看，来啦，咱无礼拜袂使，人台湾人拢鸡啊甲咱查起来啊。所以这一步一步拢伊咧甲咱教，啊，毋是讲坐咱要简单伊来就遵守，吼、哦。当然伊有责任，但是咱嘛有责任，咱嘛有爱做的工作啦。袂用干呐靠单方面呐，即双方拢会做哦。啊，所以咱的代志，咱爱思考讲，爱要咱来推广。啊，一个讲十个，十个讲一百个，只好安尼啦。啊，咱若有一天有咱的真正咱家己的媒体的线路啊，咱迄阵来好好发挥，应该就愈紧啦。啊，我相信这时间未介久啦，未介久，因为来哦，即、这个军事基地吼，嘛拢差不多啦吼，有咱在进行啊吼。这个基地吼，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这个基地，这个人员甲材料拢美国来以外吼。这个基地唔是要为台湾尔吼，大家听好清楚。这个基地是为了控制整个东南亚，东南亚一带拢是靠这个基地要处理的。吼，所以台湾吼对美国对台湾的重视非常啦。对全世界，美国有七座的 Star Jet Control。就是外太空控制系统有七座啦，台湾放几座恁知无？放几座恁敢知？放三座伫台湾呢。全世界七座，伊放三座伫台湾，安尼有重要无？哦，所以这个所在，伊绝对无可能讲怎啊安尼放固在呀，无安尼怎啊放固在？但是要处理，咱来照国际法律。但是要处理国际的条约来做，因为有条约嘛，所以咱的根据就是国际法，过来就是战争法，过来就是美国宪法，过来就是旧金山合约，这有人签字的，有签字较准算啦。美国是用签字的，无等于那啦。哦，你签字的意思咧，表示你亲身来做的工作安尼嘛。所以阮伫美国无咧用音啦，无咧刻音啦。哦、所以这咱爱家己有一个概念，你那是合约 ，contract 有签较准算，啊，若无签无效嘛。哦，所以这个情形下，咱家己爱理解来。出代表辛苦啊，来讲个少声，哇，感谢你，感谢你。但我小弟有一寡意见啦，吼，就讲吼，你头拄仔讲到要把这个选举给泡破，我非常认同，当然会当可以比。50%以下的投票率就是真好，向国际发声嘛。但是我是烦恼啥呢？知道？我相信啊，咱大家平心而论，咱目前的实力也无讲真足。而且咱周边的人拢是属于甲咱理念较同款的台湾族。如果咱若影响到咱周边这理念拢甲咱较接近的台湾族的人的时，你票率继续歹去，为70%变作65%。假设哦，本来是。大家全部一倒，70%变65%的时，结果阿嘎王本来得票率49%，票变成50几%，是不是颠倒害？弄巧成拙吧，这是我第一意见啦吼。看嘛，第一看就讲哦，既然美国有这款的想法，咁要叫咱发声的时，我是感觉讲爱做球，用媒体做球。我包括啥物？迄当时的时，日本交协会迄个人。也代表伊讲出心内的实话，讲台湾的地位不定嘛，迄是实话嘛，迄嘛是一个真理。但是阿狗随甲护照，美国既然是目前是有法度去掌控台湾，伊应该爱动调的，也是讲有人爱做球，媒体做球讲问美国意见，安尼台湾唔对，阿狗安尼做台湾唔对，吼啊，包括讲咱要甲选举，互伊得票率变差，互伊无到50%，那有媒体来做球，含美国搬戏嘛。美国出一个声，对啊，如果说得票率不到，那投票率不到50%，这个合法性就有问题的话，那
安尼是是毋是推动较好推动，是毋是安尼？另外，我感觉讲吼，上紧的方法是啥物？毋是 violence， 嘛毋是 revolution 啦，因为迄种危险，毋是迄。我感觉啥物 ？Show me the evidence， 我看看啥物？光明正，因为我即摆我周边真侪人，拢甲我共有共心无？别杀，伊拢问我啥？啊，你敢有摕到光明正？我讲有必紧啦，紧啦，因为我共讲几啊年啊，紧啦，紧啦。就是还阁无，我是相信啦，只要第一张国民证摕到，会当讲免用车联牌的护照出去的时阵啦吼，水到渠成，这个水口、这个坑、这个土坝吼，定是坑，我肚边定是坑的时阵啦吼，水口一定帮，只要能够拿到国民证，不用车联牌护照 ，keep 住 ，show me， 一定行，好，就这样子，拍摄。呀，这我那非常赞同啦吼。所以这公民权的部分，咱爱努力去杀啦吼。啊，目前公民权的部分，咱南美国遐协调，伊是等予咱免签、免 interview 啦，免 interview。啊，免签哦，后壁还阁再看咱的表现啦，因为伊一棍头要予你打上吼，嘛袂使。但到底你发行了会使袂使，嘛阁一个问号伫个嘛吼。所以爱看你的表现。啊，但即摆来讲选举的代志吼。咱啊，真的讲，我若有讲过吼，民进党选赢，选赢是啥？选赢是做奴才啦，是中华民国体制内面的奴才嘛。哦，甲台湾人官官做伙咧做奴才，是一个奴字。啊，若选输，咱是继续去做奴隶啦，拢有一个奴字尔啦。哦，啊，若阿狗啊选到，阿狗选到，伊有那嘛是差不多，含目前差不多尔，伊无法度通安那啦。因为中华民国啊，甲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拢无任何主权，但是咱台湾人会惊吓，这我哪会当理解啦吼？不过问题就是讲，咱若会当既然都做奴才、做奴隶，拢共款奴役啊。那么因迄边若钓着，咱当然是希望拢卖互钓啦。但是甲讲个话是上水啦，啊要讲个话，讲咱当然遐济人无理解吼。要讲解会通嘛，真困难。但是咱袂用个，因为安尼就怎拢唔讲啊，嘛是爱讲啦，嘛是爱做啦。哦，甚至美国嘛讲啊，佫足清楚啊，讲恁用不择任何手段，安尼听有无？用不择 ，OK， 不择任何手段来处理。哦，安尼了，大家了解啦吼。伊后壁嘛按算要安排一寡金额来做这项工作，吼、哦。OK。有啦，这个注销，这个注信，我那有杀过吼、哦，美国这边国安单位啊吼、哦，就讲、是、不择手段，就头前嘛这些少年的讲，用较暴力的方式。啊，美国冇赞同，但伊有哪会准备金额来处理啦？啊，但是咱爱努力啦。讲个简单者，咱爱努力。啊，即个资料我有塞过互因啊，因可能会中间会去含恁联络，也是安那。因为即我拢暗中拢有咧做，啊，卖讲伤明啦吼。但是基本上就是讲，因会看中，安讲一摆是一个机会啦吼。伊既然2012年，那当个讲好话的话，拄下伊。一礼拜时间也差不多啦，即我咧估计吼，即一两冬内应该差不多爱礼拜啊，应该爱礼拜啊，哦，因为来我遐嘛起啊特别好啊嘛，袂当去拖嘛，哦，啊愈拖对伊个利益是愈影响啊，对伊是愈不利啦，哦，啊但是平常时啊咱来先做好行，啊万只袂情话想要求着迄个答案，咱来做了较来求嘛。安尼啦吼，哦啊，所以公民权啊，甲即个选举的代志，这两项伫即站来讲是真重要的重点。公民权爱继续杀落去啊！我若我知影，有人咧甲反映讲1000块，1000块，咱大家爱体会啦吼。因为这证件吼是要杀去到美国遐印的，要去美国遐做啦吼。啊，甚至将来会当唔免 interview 啦吼，应该讲起来值回票价啦。啊，上重要，你会当用这张卡来证明讲我是台湾人啊，我是本土的台湾人，安尼就计得啦嘛，是不是？对不对？所以唔通计较这其他，虽然话人较经常面较无话人
当然会较辛苦啦吼。啊，若有个人会当去感觉甲斗资源看，会当互伊分期付款袂安尼吼。我来过用，啊，我听你讲用分期付款的吼。呀，不过我相信，伫美国个地步，因拢有咧甲咱教，啊咧甲咱教咱安怎行即个方向，无咱今仔无遐紧快啊。哦，这拢一定是有安尼路程内面啦。啊，最主要，咱若真正讲有做到咱的达到咱的迄个程度啊，伊要入来愈紧啦。所以有的人你甲我讲，啊，你无较紧的，较紧互伊入来。我讲啊，你机啊敢查出来？机啊若无查出来，啊，你公民证敢有啊？拢无啊。哦，所以咱这工课。免个食金龙波啊，嘛是爱来一步一步做，一步做爱推广啦。平常时啊吼，像我安尼较加薄诶，较认真啊讲诶，啊忙像我安尼讲较少声落去啦吼，加认真啊讲啊保养一下，啊讲互较侪人知，因为愈侪人知，那么咱诶工课进展就会愈轻快吼、哦。因为美国甲咱是非常相当诶关系啦。啊，其实伫一点一滴个美国个动作吼，拢讲较足清楚啦。我头头先讲啊 ，WHO 伊嘛讲较足清楚啊。吼、哦，啊，伫美日本要撤侨东岸个代志，人嘛表现较正清楚，拢有做出来啊呢，毋是无做出来呢。因美国飞机困啊，下礼拜呢，咱就无咧讲呢。哦，因伫日本撤侨来台湾，困啊架飞机来呢，啊，咱敢知？咱都无讲，媒体都毋甲你报嘛。这就是困扰在这，啊，无紧，阮既然有这个机会在这讲给大家听，你若赶紧去宣传，去讲安尼啦。因为这个工课吼，要讲起来到桌顶吼，无遐那紧快，所以话人讲啊，你若讲美国有咧甲你钱，你白纸黑字就会出来互看卖啊。啊，我甲问讲，啊无中华民国咧做个工课，美国敢有白纸黑字互伊？有无？也无啊。啊，我讲足简单啊，阮有证据啊，遐机啊拢查出来啊呢。啊，美国无讲安怎？这是美国的代表的意义嘛？哦，美国的代表即拢伫遮拢足明显啊，拢有真正的工课咧做呢。啊，甚至嘛讲啊，将来台湾咱海关的窗口，我先分派几个互恁用，一步一步来。咱若食伤紧，有当时会惊着啊。哦，啊，咱有准备，就讲伊上在讲，恁准备好了没有？伊上在怀疑这点，就是安尼来，系啊。所以咱家己了解以外，啊，唔能失志，啊，有奈努力去推广，安尼才有法度能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基本上我是感觉讲，美国要讲叫完全种清清楚楚，干那个打出来，互恁无安尼啦，无安尼啦。因为美国嘅台，美国是也因嘅惯例吼。因的逻辑就是你爱有套，像我头先讲的，过生日囡仔你爱套啊，你无套我就想讲你不在乎啊，啊有套就有嘛，哦，啊套你爱套了合理啊，套了合理伊就好你啊，啊咱这有合理无？有合理无？有啊，真合理啊，100%清楚啊，100%文件，啊老实讲，这内面的资料。这嘛是因国防部提供予咱的啊，因嘛是拢知影，所以既然有这样样合理物件，咱来讨教、讨清楚，甲台湾的甲讨开，吼、哦！我伫这台只，甲拜托大家努力来宣传，吼、哦！安尼伫这台只，因为我操心款，啊，卖去讲小些，啊，时间也差不多将近啊嘛，吼、哦，敢是？搁十外分了，好、哦，目前也无看够像有问题，好不？好来。谢谢哈，哎，我现在看这个 monitor 哈，说是啊，日本发生大地震，那、啊、美军撤侨到台湾来，真的吗？我们怎么都不知道？这个是那个黑金点，黑金报纸之上，那个哎，是干那报纸了的啊？啊，我是讲干真的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啊！啊啊。目前在 TVBS 我那有报过，好好好 ，TVBS 我那有报 ，TVBS 哈我那有报。OK， 好，那这个就是说美军已经进来了嘛，美军已经进驻台湾了嘛，好、哦，
八星拢写 AIT 嘛。好、哦、，OK。那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说，我们民政府的人口数要赶快积极的快速增加，哎，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第一步，对不对？好、哦，再来，当然人口数就是以那个他给我们的那个 passport 以为主嘛，对不对？公民证为主嘛。好，那请问我们的公民证要怎么样去申请？公民证在咱这大家吼，咱有六个州嘛吼，每一个州你拢会当个特表格，啊，你填你的资料，啊，相片，啊，加个个你的户籍。OK。好，这个物件你资料拢爱齐全，因为这个资料拢要去送美国的。啊，我跟因讲一个重点啦吼，这个公民证，你会得将来美国要发美国国民护照，就是优先证的。安尼了解哦，安尼了解，因为根据这嘛，开当会美国国民护照。国民护照唔是咱咧发的啦，咱无能力通发这，爱美国来发这个国民护照。好啊，所以你若有公民证，你就当有。啊，那居民证诶，爱国际国际化、国际化来行，你爱承担几当后规划。所以我就讲了，台湾这个夹那套吼，每一个住伫遮的人。拢有受到利益啦，有好处啦，嗯、哦，是最早为慢安尼尔。啊，阮伫美国，阮无差啦，但是我排下努力去做啦。因为我昨上课时有讲吼，讲我希望咱台湾吼，我足早以前我都有一个，你讲幻想也好啦吼，还是讲安怎也好啦吼，大家听到拢讲我很崇洋，其实我唔是崇洋。哦、那是价值观的问题啦，哈、哦。我昨昏讲，咱台湾上好哈、哦，美国政府来管三十年，哈、哦。咱若要建国以前爱照来啦，哈、哦。所以咱刚才讲要建国，要建国哈、哦。但平安你会当建国吗？无嘛，哈、哦。所以就是第一爱照美国政府的来，哈、哦。我本身我即马有美国的社会安全卡，哈、哦，有迄、那个。Driver license， 哈，其实有无这个 passport 我拢无要紧，主要就是为咱的子子孙孙，哈，来打拼，嘿，谢谢。啊，这是非常正确哦，因为我那有一点心，就是安那呢，看到迄个中国迄个一个查某叫做吴仪嘛，哦。伊的镜头水里里面啊，我一口气食袂落，我规暝拢袂困着。台湾人敢真正遐无地位？台湾人敢真正遐无尊严？咱的素质无比较歹呢，啊是安怎会受这种的侮辱？我食袂落啊，所以一定爱想办法甲行这条路出来安尼啊。呀，所以像头即马即个欧巴桑讲的，讲美国的状况，伊非常了解啊啦。已经也差不多知影，但是当然看美国来，爱当甲台湾阁重新甲闹西湖倒转来，这非常重要。包括教育，包括国防，包括社会文化，咱爱来照国际的轨道来行，安尼才有法度让台湾变成一个国际的台湾。所以我头先讲的一寡细节，吼、哦、细节，包括咱人的思想，咱对人的价值观。哦，咱对人的尊重，对人甲人当作人看，诶，这种概念，咱即拢爱学习。包括制度，制度以外，咱要有守法的精神，即咱拢爱学习。哦，啊嘛爱有加薄心，人若做不到，咱爱去人讲，叫人爱照遵守。所以我想讲，讲台湾的素质吼，已经渐渐起来，因为即卖看即寡少年啊，咧买票排队哦，排甲真好势吼，即就是有教育啦。啊，将来台湾的教育来用美国去套的教育来，我相信改变得愈紧。啊，咱若当把这个教育头壳内面的脑洗好清气，我相信吼、哦，台湾的素质的程度来讲吼，足紧就当含国际来接轨。因为台湾的囡仔太优秀诶，逐摆你也看吼、哦，伫国际上所咧比赛学生囡仔，什么电脑、电缆、什么缆、什么比赛，足侪拢台湾人得第一名。这就是台湾人的素质不简单呐、啊，啊，确实真正是有咱的一道。
但是咱爱教咱本身的这個社会文化，甲含这個制度，咱爱学习物件。因为人看不是看一个两个俩，看你精明呐、啊，哦。所以中国，我讲中国外好都外好，我讲哦，伊遐歹的物件比好的较济，较济啦。啊，所以这个物件就打叉叉嘛，歹比好较济啊。啊，咱台湾渐渐，咱即马是歹较好，差不多平等。但将来，若当像美国安尼，好的比歹的较济，咱就健康啊嘛，咱就水啊嘛，哦。所以咱这个部分。咱家己爱有知影这個概念，为美国和欧美的方式来去学习，这是上基本的。咱有这个程度起来啊，国际上就会理解安尼。好来。啊，我看迄、那个咱迄个副主席吼，还是少声嘛，真忝讲遮济啊。啊，时间也差不多。啊，我相信咱各位同心，拢有发自内心的迄款嘞真迫切的迄款嘞渴望，张迄个说法小姐讲的，迄款欲望哦，迄真强烈迄款嘞 wants 或者就是说 desire。啊，咱就希望讲较紧较紧。会当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对地球来消失，离开台湾，我相信吼、哦，这款的心情吼、哦、是足好的。所以咱需要啥呢？稳扎稳打，做个足完美。迄、那个完美的动作就是讲，有一天中华民国伊拼崩嘞，哦。马英九集团、蒋介石集团才愚呢，伊无民主伫这个所在大。然后迄个衔接是，会使讲百分之百完美、无缝接轨。因离开的迄刻、迄时刻，咱民政府就怎真正会当完美来甲接收起来？这是咱足希望的，会当达到这个目标。不过在这个过程，咱一定要足脚踏实地，要训练足济足济，咱要接正款这人才。到这个位置，咱只有七百个人尔，离开这个四千人啊，四千个人才，要足远啊。所以这摆美国讲，你个正款交给咱，咱会惊吓呢。我刚想讲吼，六十年的吞打，六十几年来后，国民党这个流氓政府来吞打，吞了到这解这个，咱社会人心拢已经烂去啊，头下底足是国民党的屎啊，唔是三工两工，唔是三礼拜两礼拜，唔是三个月两个月，甚至唔是三年两年，会当甲清除的呢。所以咱一方面伫这个所在是咧练兵啊。我有当时感觉足甘心的，就讲，咱秘书长，伊拄着遮济代志，好佳哉！伫去年九月七八以后，咱已经凝聚很多人才在这里了。去年九月七八，咱是无几个人呢，就是到十一月七六个时，来个完成组织的时哦，核心人物无超过十个人啊，核心的阮遮工作人员无超过十个人啊。是甲今年年头开始一期一期的训练，咱才渐渐甲摊出去。六个州完成六个州的迄、那个州长的迄个招吹，然后来渐渐建制建制以后啊，咱才发觉豁然开朗啊！只不过来要找郡长、郡守，过来要找郡以下各乡镇市的市长，过来找里长，这拢甲创好学习哦。啊，每一个人。来这个所在受这个两天外三天的这个演习会了，把咱的精神统一起来，把咱的意志哦来给坚定起来，把咱的知识对法律论述啦做一个真充分完全的了解，每一个东西变作一个正常的时阵啊，咱团结力量较够强，
安尼即咱即有法度达到个无缝接轨，完全平平安安，社会真安定，股票袂大落，房地产袂大落的时阵，即、這个社会秩序一直改善起来的时阵，咱来接即个政权，啊，咱就即、這个结论结果就是真完美，咱希望会当达到即个境界啦。所以吼、哦，咱有即个愿望拢足好，但咱希望爱鼓吹姐姐。亲戚朋友拢来接受这个研习会，啊，有闲都爱来听这个，来遮参与一天嘛好，两天嘛好，会当三天要较好。我呢对第一期甲即摆，我拢坐伫这个所在听，拢做笔记。每一场的演讲，我拢感觉足好，我真侪这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用这几句话来甲大家共同勉励，多谢各位真热心来听咱蔡副主席的演讲，啊嘛足甘心诶！咱蔡副主席会使讲付出非常多，吼、哦，我愿意对随伊来介学习，来为咱本土台湾人做上基本的工作。多谢各位，谢谢。伫这个中间吼、哦，美国迄边吼，我那甲问一句话啦吼，伊、哦、问讲，中东大家知啦吼，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嘛吼。哦他们是用网路网际的革命啦、哦、中东的革命是一个很好的例、啊、你们台湾人说素质很高你们怎么都不可以用这样他问一下我真的吃一条、哦、所以中东是茉莉花革命啦、啊、我们台湾、哦、应该说是百合花给百合花拿出来所以如果动、哦、我拜托大家不用电脑的人没关系你要跟孩子说你要相对开起来给你看哦，啊，来当会当看网际网络的吼，还是用 email 的吼，尽量来传。因为即马目前二十一世纪啊，咱用这个方式来做，会当突破伊个媒体的控制。即马媒体已经无讲百分之百力量啊，咱用这個，吼、哦、用这个 internet， 用 email 网际网络来杀，尤其少年啊吼，网际网络足厉害，用安尼来杀。这就是一种的现代革命啊！伊埃及的革命就安尼尔嘛，一拳头手机啊，杀杀个安尼，大家全部拢出来啊！啊，所以美国那边嘛讲，哎，人都会向安尼，啊，恁来拢袂向。哦，我讲老实讲吼，唔是袂向啦，外套壳还袂清楚啦。啊，但是无要紧，咱嘛用安尼来杀杀好行，因为今嘛咱咧做这个工课是非常神圣的工课啦。哦，啊，嘛免讲用人命、用老血、老肝来牺牲，咱用头壳、用智慧、用法律来争取咱一条路。啊，这来用靠网际网络来杀，杀好行。吼、哦，安尼呢，这是无限制的嘛，国际上拢看会到。用安尼来行，甲咱这个新型的工会做好完整，甲咱这个新型的工会利用网际网络来杀好行。所以拜托大家，那网际网络的尽量在努力在传，有 email 啊在传，啊那当看资料，咱有那个网站，平民政府，你甲拍一个台湾平民政府，中文也使，英文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嘛也使，拢看会到，哦啊尽量拜托大家在宣传落去，哦，伫遮真歹势，我简单讲遮规定，啊那佫有无清楚的，咱佮佮私底下佮来研究，佮总共一句。咱是做一个真新型的一个工作，吼、哦，咱来甲家己讲，今仔日二十一世纪的即嘛，咱用上界有智慧、上界有高雅、上界有尊严的方式来做一个有智慧的工作出来，这是一个真伟大、真新型的工作。而且感谢各位，多谢努力，谢谢。起立，立正，行礼。休困十分钟。